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一直在说用氨基酸沐浴乳洗澡最好吗？如果你洗完澡皮肤会很干，只是敏感肌，还容易长痘的朋友们，你一定要试试看伊思妮的氨基酸沐浴乳。它洗完呢，非常保湿，完全呢不会让你觉得干涩紧绷，甚至是连味道也觉得超舒服。其实氨基酸呢是一种很温和的基底，可以刚好的把我们身体身上的脏污洗干净，然后又不会过度的伤害到我们皮肤上的保护层，所以呢洗完之后你也不会觉得容易干痒，而且呢它的泡泡啊是非常细致的，很好冲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冲不干净的感觉。皮肤其实没有脏的那么可怕，外面呢添加那些界面活性剂的清洁力真的是太强了，所以很多人都越洗越敏弱。那很多人不能洗沐浴乳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呢很多人洗完之后就会一抓。那伊思妮这瓶呢洗起来就非常的保湿，里面呢有添加玻尿酸、海藻糖还有芦荟精华，就洗完呢就非常的保湿水润，而且呢它的香味是那种法国进口的天然香料，就是那种化学香精，不会太刺激皮肤，所有肤质都可以安心的洗。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款很自然，而且呢很舒服的植萃香味，大家可以赶快趁折扣去买哦，真的是会让你觉得用起来很疗愈的沐浴乳。